见。跳街厌世转，来自哈尔滨市冬季运动项目训练中心的王一涵，在两年前的俱乐部联赛，王一涵崭露头角，就展现出了非常好的天赋和滑冰的气质。两年之后，王一涵在不断的进步着呢，今天同样给我们带来了一套非常好看的节目。开场的勾手三周，连偷录两周。
空中姿态，包括他的落冰滑出都做得非常好。演示者投入三周接投入两周起跳很充分，阿克塞尔两周尽管落冰稍有不稳，但是还是坚持接了阿克塞尔两周的连续跳，效果还不错。遗憾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接上三连跳，少了一个三连跳。